播，这里是陈思华 AKA 无语菩萨，今天的舞台交给中国陶瓷。在那隆隆的深处藏着千年的秘密，是强人的手艺塑造了这次的美丽，白如雪如玉色的韵味深入海，这是文化的传承，这是中国的力，从古老的丝路走来，承载着东方的生命，细瓷轻巧回想起历史的记忆，青花瓷里流转着不灭的诗意，一笔山水一缕烟雨诉说新的传奇，这是中国的骄傲，这就是中国的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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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刀工描绘万千姿态不同，烈火燃动绽放绽自由，七十二道工序方可成器，山石水火用炼特别心意，陶瓷寄托千言万语，承载文化一路向东向西。哇，我黑着你喜欢，这就是中国力，中国陶瓷万里挑一，中国陶瓷万里挑一。